zombies are coming.吃和植物打起来了，他们竟然被神秘炮弹封印在了海洋球里面，我们要赶快解救他们才行。嗯，咦，这里就有一个植物，它是谁呢？浑身长满了尖刺，看起来凶巴巴的，头顶还有一朵红色的花，它是仙人掌，长在泥土里面，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果然，我们要第一个解救它。咦，这么快就找到了第二个，竟然是强壮的巨人僵尸。天哪，这里面怎么会有僵尸呀？到底应该解救还是不解救呢？算了算了，把它也解救成功吧。不是吧不是吧，这里还有一个滑板僵尸，哇，它是光头的，看起来好丑啊。收起来吧。天哪，这里出现了一个植物，它全身都是绿油油的，名字是卷心菜头手。太棒了小朋友们，我们又解救了一个植物，它可以这样发射炮弹哟。我们继续来找下一个，它会在哪里呢？哦，这个是不是呀？没错，身上都是棕色的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它呢是椰子加农炮，可以打倒飞在天上的僵尸哟。这是什么呀？不会吧不会吧，僵尸竟然被封印成了卡片。这个是锤子僵尸，还长着一圈络腮胡子，还有一个武僧路障僵尸，名字听起来倒是不错。江江，小朋友们快看，一个非常可爱的植物，长得好像小猴子，它就是水果的一种，猕猴桃。天哪，又发现了一个僵尸，这是非常普通的路障僵尸，看起来小小的一只。这边还有好几张卡片，来看看他们都是谁吧。武僧小鬼僵尸，这个和刚刚的一样。哇哦，天哪，竟然是一张 SSR 满星卡片。哇塞，孤独鸟骑士僵尸。哦，这个又是谁呢？穿着很华丽服装的僵尸，让我想一想，他的名字叫贵族僵尸，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。哇哦，天哪，小朋友们快看，又找到一张卡片，竟然是非常厉害的双向射手，还是 UR 满星卡呢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他是怎样攻击僵尸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哟。咦，这个僵尸长得好奇怪呀，绿绿的皮肤，红红的头发，还有彩色的裙子，看起来好像在唱歌，该不会是舞王僵尸吧？天哪，这个是非常厉害的火炬树桩，和豌豆射手组合在一起，直接就能打死一排僵尸呢。再来看看这个是谁，头上有一只鹦鹉，它的其中一只手是黑色的勾勾，没错，它就是海盗僵尸。这个又是谁呢？手上拿着一块骨头，应该是法老僵尸。没错没错，就是他。天哪，小朋友们快看，这里还有被封印成卡片的植物呢。哦，这个是 UR 满星卡甜菜护卫，另外一张呢是辣椒投手。好啦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成功的解救了这么多植物和僵尸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，
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